我给你手势，你就讲。You can listen to our show anywhere. We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Hello, 朋友们，晚安，欢迎在明天三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来关心到目前路况消息。听歌放好紧张，心情放紧张。说你们的节目很不错。谢谢。我给你手势，你就讲。You can listen to our show anywhere. We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Hello, 朋友们，晚安，欢迎在明天三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来关心到目前路况消息。听歌放好紧张，心情放紧张。说你们的节目很不错。谢谢。我给你手势，你就讲。You can listen to our show anywhere. We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Hello, 朋友们，晚安，欢迎在明天三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来关心到目前路况消息。听歌放好紧张，心情放紧张。说你们的节目很不错。谢谢。我给你手势，你就讲。You can listen to our show anywhere. We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Hello, 朋友们，晚安，欢迎在明天三中广流行网讲公。4、3、2、1，进现场。开始。帅哥来了，温老师。Hello, 大家好。可以叫你温老师吗？哎呦，不要，叫我温老师，你就觉得有距离感了，不会啊，对不对？老师坐这么近没关系。没有。老师跟大家没有距离，因为老师的文章就在你的课本上。谢谢。好，温世凯先生，温世凯老师是一个很强大的文化人，好了，这么说可以吗？文化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热爱文化倒是真的。是，然后你的节目啊，好，这个这一场安大明星的直播的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因为温世凯先生在这一次的这个广播金钟奖当中又再次的入围了，非常恭喜你。谢谢。然后刚刚跟老师聊了一下，其实做广播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不闷，我们大家打给东家辛苦，对不对？对啊，所以是可以这样说，可以这么说。那这句话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啊？一摸尾巴，你根本是唔得按辛苦的该。哦，真的啊，所以客家话有这句吗？还是你只是没有，我只是直翻啊，直翻，我把意思给直翻了。那比较概念上就是靠近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我们有很多的功夫话，功夫话，所谓的功夫话就有点像说台下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种概念。我有看到你有教这一句，对，所以基本上没有。对，哎，你有看我的？对，有。所以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但是让我们的年轻，特别是同学，是啊，我锁定的是就是大学同学，然后有客家背景跟非客家背景的都欢迎来，然后你们去客家庄去了解。那最后我教你讲一句客家话。有那个单元很酷，然后也很有趣，但也因为这个单元，然后刚刚跟延伸出来问了老师很多的问题。那当然啊，老师的身份就是今天来的身份就是入围的主持人。但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种这个不同的才艺，然后让你有各种不太一样的扮相。有时候呢你会在电视的节目看到他，那当然有时候呢你会在用广播的方式看到他，那现在就是反正在那个平台上随便搜一下都有你，所以你有时候是型男大主厨。爱吃研究吃，然后也在做美食文化的传承。是，然后早上起来一定要喝咖啡。哦，这是一定要的，生活品味很重要。是，然后12点以前不干活。哎，不干活，对，那这个是属于自己的时光，要好好沉淀一下。然后一边闻豆咖啡豆，我发现你把我研究得很透彻，要一边听音乐这样子。对，习惯了。那你今天早上听什么音乐？我今天早上听的是 Andre Bocelli 的。哦，你很喜欢听这个，因为影片里面有听过。对，这个，因为我有他一套的这个音乐，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说，他的音乐当我在情绪不好跟情绪很嗨的时候，我都会听。情绪不好他可以疗愈我，但是情绪很嗨的时候他可以 calm down， 他可以让我整个沉浸下来，所以我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看起来就是斯斯文文的，然后做菜的照片你看他们就这么快，我立刻帮你送上来。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是要秀你的二头肌还是要秀那盘菜？
啊，没有，这当然是要秀那个那一盘菜啦。那一盘菜其实很重要。怎么说？您因为现在不是那个我们柚子季节嘛、哦？对。那一盘菜呢，是我做给这个泰国观光局的处长去尝试的。处长。对，然后这一盘菜呢、嗯，因为在泰国菜里面，它有一道菜叫 Yam Sub O。也就是这一道菜，好、哦，就叫做鲜虾。刚刚讲的是泰国话的部分。泰国话，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Yum 就是沙拉的意思 ，Sub O 就是对，就是那个柚子沙拉的概念。对，那我加的虾下去就变成泰式鲜虾柚子沙拉。对，然后我们你吃不吃柚子？吃，就是扒开来吃，对，当水果吃啊。泰国人把它入菜在沙拉里面，下去沙拉拌。哦，生的去拌还是要去调味？生的去拌，然后呢，跟鲜虾是已经煮好的、哦，然后呢，加了我们的什么大蒜啦、柠、哦、檬汁啦、哦、香草啦，然后最后拌起来后再撒上花生米，哇，层次非常的好。柚子会去暑吗？就是会驱暑吗？泰国不是都比较热一点？柚子在那边、哦，第一个它常年产，第二件事它的 fiber， 它的纤维非常的好。哦、是但是记得、哦、不能吃太多，太多的话你就会不出来。哦、那我跟您说一声，我们的妹妹呢，知道你也是一个高明的烹调大师，所以找了很多你的照片。目前你有看到有一张、哦，对，这一张呢是我们家旁边，因为我从小在市场长大，竹东市场在竹东市场、哦，我们竹东市场算是第一个，它是客家最重要的代表性的一个市场，嗯、目前也是我们台湾四大传统市场的代表之一。嗯、那基本上所有的只要是外国做文化交流的，嗯、我们都会把它带到这个市场里面去感受到台湾市场的文化。对，然后这张照片呢是我妈妈。啊，我妈今年已经80岁了、哦，然后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年拍的照片，也就是说，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关系，嗯、然后呢就在市场旁边，然后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回到家里面、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很传统，一定要聚在一起，嗯、大家一起做菜这样子，所以我们家四代都会做菜。了解，我刚从刚进来到现在，然后妹妹一直上照片，然后。把今天就是本来应该介绍的是金钟奖的节目主持人的入围，弄得像在做相亲节目一样。现在看到是有婆婆的照片，然后看到是那个本人。应该这么讲，很多人会问我说，像我的节目里面呢，不管是我去年的节目，或是我今年的节目，我们在文化里面有一件事就是饮食文化。那我们常会在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要了解一个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应该先从饮食开始着手。那所以说我常常会让学生或者是我自己的来宾，就是说来听听看你们自己跟饮食有文化的一个故事、嗯、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就会让学生去某个市场或是某一个地方，让他去采访，让他去了解到说、嗯、不是只是吃假粥霸那样子，而是说你每一对每一道菜、啊、这东西啥咪代志、哦，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客家的文化里面饮食文化非常重要，我们吃的叫做板，也就是台语叫做菜头粿、哦哦、我们叫做菜头板，就是那个对年糕我们叫板、哦、板呢，然后它的做法就是一般你吃到的像是那个菜头板啊，或是萝卜糕啊，像这种的糕类的，对，我们都叫做板，然后但是比较老祖宗的这种的做法就很传统的做法了哈、哦，它呢就是要用米浆去碾米浆以后呢、哦，然后这个是我舅妈自己种的萝卜，我们的萝卜都要自己种、哦，所有的食材都必须新鲜，然后开始大火去炒它，然后去每年到了大概是要做板的时间的时候呢，都要回去帮忙。所以你的烹调才艺就是家族的影响，我觉得是哎、欸，这个这样种了菜头，拔了以后、嗯，然后送到你家，啊，你妈说、嗯、是凯啊，去把它弄一弄啊，那就开始。对对，真的。然后我们家前面就会种那个九层塔，你家前面种九层塔，对我们客家人里面一定。家里面前面会种一盆的九层塔，所以后面种大陆妹吗？嗯，没有种大陆妹，但是什么青葱啦、啊，像这些东西都有、哦。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习惯，就是说，哈、嗯啊，这个香料在哪边拿那个香、嗯，所以我对食材很重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每次在做旅游交流的时候呢，
一谈到食材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地的这个文化人士，或者是大厨朋友们，他们都很乐意跟我交谈。了解，老师真的什么话题都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并且引导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从刚刚到进来现在，我们已经聊了多少话题？这跟您这个节目真的很有关联。您这次入围的叫做社区节目主持人奖，然后你也是这个奖项的这个应该说是常客。然后在第50届的时候，算一算6年前，老师得过奖。对，然后也是用跟文化相关联的这样的节目，这一直是以来你做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没错。然后也比较，也不能说符合你的形象，但您做起来就是非常格外的适合，然后又让人家觉得舒服。如果广播每天都一直让你看得到画面，你那个收视率应该会比较很高哦。谢谢，谢谢。你知道大家就是喜欢帅哥啊，小鲜肉啊，你刚好都有在这个条件里面。我们不是小鲜肉，也不算帅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常会跟我讲，我就说那种感染力，我说因为你很专注在一件事的时候，你的开心是真的开心，你在聊天的时候，你跟对方在对话的时候，你知道你能够感受到他是在讲真话的时候，其实别人听众他们都知道啊。对啊，所以对我来讲说，我觉得那个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奖项的那个入围的意义，他就说对于这些所谓的在地的文化有特别做一些服务跟是包括传播啊提升等等，是为了要奖励这些这一个类型的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你长时间都用这样的方式在跟自己的算是从小的生活，然后让它去扩大出来，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或是让别人可以感染到这个文化的美，这样子。对，对不对？对我来讲呢，其实客庄花露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不是锁定在客庄，其实不是。客庄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到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其实如果你仔细去了解的话，说不定你的周遭很多的客家朋友，只是他们比较隐性，他们不会去刻意去提说他是客家人。可是如果像你到我的家乡新竹桃竹苗这些地方，或是到六堆，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大量的客家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称它为客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你的生活面向根深土地这一块的一个面向，是。所以说呢，我做了这个客庄花露米，就是客庄 follow me 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找学生，我的规定就是所有的来宾必须要是大学生或是在学的同学，在学同学必须要大学或是在学，像研究所也 OK。然后你来告诉我说你对某一样东西有兴趣，然后我送你到这个客庄里面去。到这个客庄里面去呢，他们每次回来他会很痛苦，因为他们一开始习惯收集很多的资料，都在网络上维基百科找了很多东西，完全会被我打回票。因为我第一个我不信任这些东西，第二个我觉得说如果你只是拿别人的东西来给我，那是别人的文化，不是你的文化。所以我要求你去，如果你跟我讲你不是客家人啊怎么办，那更好，因为你去发现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客家文化，这不是更多元吗？更多面向吗？如果你已经是熟悉的客家子弟的话，你去提出一个论点，让我们的大人朋友们，也就是长辈朋友们，他们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更重要。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这个节目的做法就是从这边开始出发。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它就是跟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来做一个连结。那很多人说，哎，可是这种节目不是应该属于说你要嘛只是做新竹，在我的印象里面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一个区域，它的社区英文是 community，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感觉。大的，那我所有的客家文化它都是属于，所以我把所有台湾的客家文化全部纳入这个社区里面，它变成我的客家社区。是这样子。这样听起来说这个节目也是蛮累的，非常这不会是一天就做完的、啊、你要先有这些人来，但他们用什么方式，这个后可以大家好去理解一下。但是这些小朋友呢，对，都小朋友嘛，得到了你的这样的指令以后呢，他要开始去做准备，准备完了之后他要去执行，执行的过程中他还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包括了那个所谓项目的这个完成，对，再把它带到节目里面来，对，然后再被你这样筛选一段以后，然后你们再一起拿到节目里面来，对。
然后呢，到了节目以后，请问这样要做多久一集？哦，我们很多时候是三个月到半年是基本上。你真的很有事、欸，我一集节目做三个月，所以一年，不好意思，目前在手上 on 着的这个 project 有几个？我广播节目这类型的一个是世界，在另外一个电台是我去年入围的那个节目，叫做《世界一家来做客》，它就是台湾客家文化跟台湾根生文化跟世界文化结合，就是出不了国也把大家逼得在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西跑，然后没错，没错，所以那个电台的节目是在做这个，然后这个电台的节目是让学生去年轻人去发现自己的根生文化，所以他随时都是处在 on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随时在等于是说。我的助理常会跟我讲，他说世凯哥，那我们这一集是要播谁或是怎么样，我都跟他讲说那之前的谁谁谁是怎么样，他的东西已经 ready， 那来让他来上。可是最终极的挑战是学生们收集所有的东西，来来回回打掉重来，打掉重来，最后你在节目的时候我要求他们不能 NG， 也就是说我的节目叫做连串性，我们就好像在做直播节目一样，我们不剪的。那在不剪的时候，你知道不剪的情形下，对他们即便是预录节目他们也会紧张。我小孩成长很快，他们一次被你逼死以后、真的下次就很厉害。我真的非常非常赞同这件事，真的是别人的小孩比较容易教育。对啊，然后你去这个节目不就是第一个让他们去发现，第二件事情回来我们在做学生培力，要回来让他做什么表达组织能力，你的组织能力在哪里，你不要收集了一堆东西你不会组织啊。第二件事情表达，你只有在限定的一个小时之内你要怎么跟我做表达。第三件事情，这个媒体叫做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是没有画面没有字幕，当没有画面没有字幕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让听的人他可以很清楚的听到。是，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 学生你跟他聊啊，对不对，是这样，他就这样你就说要讲话就是他会习惯性的，对对对对、习惯式对那个生活的直接的反应，对，然后就会变成不行。那下一次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应该试着，就第一个你不能够有那个，因为有这个半秒的时候我不只要有半秒我就插话进来，我插话进来就要再引导你再讲话。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下一段试着反问我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你就是要丢话给我，然后他们就会丢话给我，然后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哇这一集做起来好痛苦，可是你知道做完会上瘾，我相信啊，他们马上就跟我讲说自己回不来，哇我真帅我好厉害就说老师老师我想做这个那例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刚刚讲许愿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设定一个主题，偏偏那个主题是某个大明星那例如说去年 Misa 那个大明星，他就说我要去采访他，我说你为什么，你要先让我知道，对，知道了以后那你去收集所有的 Misa 的资料以后，你觉得他的音乐最特别的地方在哪边，你要有你的想法 OK 以后，最后呢我说那你去找 Misa 啊，我找了好久找不到，他说怎么办 Misa 老师找不到，我再出手，我说好我帮你联络，然后最后这样一来一往又一个月了差不多啊、真的。还有一件事情，怎么说？学生常常会说：“老师，我下个月要期末考，期末考我要期中考、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们当时在安排时间的时候、他们都会以自己的东西或自己现在想要的，例如他在玩啊或什么那种的时间性为一个第一顺位。可是我刚刚讲说，如果你开始在做这个东西，你就要考量到第三方。”第三方以外，除了我以外的第三方，那是谁？就来宾吗？不是，录音间。哦，录音间。广播电台。然后那个配合的那个。对，我们的录音的时间，录音间在那边，不是我今天要来录音，我就可以来录音。我必须要先讲好，人家要去 booking， 大家要抢这个钱。我说我就在教他说。你的思考逻辑要改变，不是只有你自己，而是要思考很多人。你很酷哎，上一集节目的人直接人生进阶很多。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一开始都会很辛苦，但是后来他们都会去跟他同学们讲，然后同学们讲对，然后同学们就会想来，可是去做个温水海的来宾，是这样子吗？他们有时候就会甚至会像今年我们有一个学生今年拿到一个总统奖哦哟，对啊、总统奖，然后教育总统奖，他就很兴奋，他就。
是说因为他是上了我的学目，然后学习到等于是除了在课堂以外的一个东西，他也开始去教小朋友，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是，对，理解理解。然后这样子整个老师的这个节目感觉上来说，它不止丰富，而且会真的让大家就整个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一段时间里面他要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都是他学校没有教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特别的过瘾。而且呢还有时候就是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上次 做一个主题叫做不要再说是我们小孩子的问题。你想到这个主题你会想到什么？想到这个主题会想到什么？你是说想到这个主题想到什么来宾吗？还是不是想到内容是什么内容？是在讲的不知道，我离小孩的因为应该这么讲说，文化传承里面最大的盲点，也就是说长辈都会认为说是你们的下一代的错，你们不传承，所以这个东西才会断掉，你知道吗？所以你用压迫式的去认定是小朋友，可是你怎么会这样去思考？因为以前的人告诉你这样，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很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甚至会觉得说你们不要老是说是我们的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不在我的问题，我的学习面向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什么，是这样。那我们就做了这一集了以后呢，那小朋友就去访问家长啊，然后说做田野调查，然后录音回来的时候，他说就大街小巷访问爸爸妈妈，你觉得对对，你觉得小朋友里面最大问题的人，然后他们回来，我们要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再剪个两三段在节目里面去播放，说大人认定的是什么，然后呢再去让他去找他的同侪同年龄的同学们去问说你们这些同学们你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回来做一个对比。那有一次最好笑的是，我让一个学生，他是客家系所的学生，我就问他说那你在客家系所学的到底有没有用？有的同学就直接讲完全没有用，他说没有用的原因点是很多的老师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传统，就是在课堂上面讲话，然后呢对他来讲的话没意义。第二个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学生，他就说我是南部的客家人啊，可是你是北部的客语，你知道客语有分腔调，有有有，你那个小学堂里面不是就你讲一个海陆腔，海陆腔，然后你要一定，他们是规定要讲四线，没有没有，他们自己的腔调，他们自己的家乡，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先问爸爸妈妈，你看你是不是给了一个机会，他们去问爸爸妈妈这句话怎么讲？那如果他来也是海陆的，你会把那个海陆腔让给他吗？你不会，我们一起讲。哦，就一起，我们会鼓励一起讲，对，因为他们毕竟有时候讲的话，真的很好玩。我告诉你，我刚刚认真的看了好几段，哦，那两个腔不一样，听起来就像在唱歌一样，是不是？然后那个应该说，海陆腔比较四平八稳，稍微严肃一点。然后那个四线腔，哦，真的很像在唱歌，对啊，然后很活泼，然后看起来就是青春洋溢啊，然后就是热情满满那种感觉，对啊，你比较适合。没有，对我来讲，我因为我是海陆腔，其实大部分人听到的都是四线腔。那其实台湾有叫做四海大平安，其实还超过这一些，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的腔调。所以我们很像我啦，我自己非常重视叫做地域性文化。任何一个文化去到了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改变，所以应该尊重，没有叫标准。所以学生就会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问题，然后。南部的学生，他是六堆的学生，他到了那个中立去上课，可是老师硬要他讲四线腔，他就没办法，因为四线腔是北四线，他们是南四线，很多东西不一样。还有那个对对，然后对他来讲很痛苦，就会变成说，老师最后回答一句话，因为你现在在桃园。可是我就觉得这样的教学方式跟概念是错误的，你是在扼杀这个学生们对文化的一个热忱跟追寻知识的一个想法，所以不对，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说没有这回事，你把这个话讲出来。比学校老师还要严肃。没有没有，我是你的使命就是非常的那个有感而强大。也没有啦，因为自己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旅行的时候你常会发现到说像西班牙文，你看西班牙文在西班牙讲的，你很厉害吗？啊，不不，我就是那个不会，所以我就放弃了。快点啦，你都来了。我不会，不是不是 ，gracias， 谢谢。你看，还弹不出来，弹不出来。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干姐还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去，然后他妈叫我 mijo mijo， 然后就是孩子孩子一次，他每次要跟我讲话，我就他每次叫我
教我一个月我都弹不出来，我就算了，我不要弹了。哦，这样子。对啊，你还是有人生还是有遇到一些你无法控制的啊。当然有很多。没有，你看起来太强大了，无所不能。没有没有，我现在刚刚跟你聊完这一段的时候，有点替你得奖后而担心，因为上台感言只有90秒，我怕你一定会超时。哎，你要控制一下。我跟你讲，可以吗？如果你得奖的时候，你不要讲那么多，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把你赶走。可是我觉得你会讲，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今年我今年有一点点的挣扎，啊，你先准备一下，不要挣扎，你要准备。我哥哥之前，我哥哥之前就在那边讲，他说他讲一句，他说温世凯，如果你，因为我今年算是第五年嘛，对啊，他就说，他每年都会交代，他说，你上台不要讲那些不好笑的事情，对，你就讲谢谢，就赶快下来了，好不好？你不要占时间，他就讲这句话。然后呢，我每年都想说这是难得的机会，然后要讲一下，谢谢一些人，然后都会写写了以后，你知道我到现在，我今年到现在我还没有准备，没有，剩下几天而已，你赶快写。我今年打算写完又变教科书了，你不要不要，因为过去这四年在台下做都没有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没办法上台，然后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今年我就觉得说，今年做的节目不管得奖不得奖，对我而言已经是得奖，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我也觉得刚刚跟你聊起来，那很酷哎，我自己觉得没有人花那么大心思做这么，而且我不是为了奖，不是为了评审，我要感谢评审看到我的努力，但是我不是为了他们而做这个节目，所以我已经觉得说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您入围的节目的母台是环宇，但是在全台各地有机会听到的包括在哪些地方？都可以，然后而且呢，你讲的用手机都可以吗？对对，你只要打环宇，然后官网啊，或者是大哥开车的时候怎么去听到你的节目？直接啊，你就上网，你就是查那个，直接用手机听。对，你就查环宇电台。对，而且我们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集都会放在我们的电台的 database 里面，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听。对，如果你想要学我的客语的话，我们的客语小学堂还做成的 YouTube 频道，对，也可以，对对，所以很重要，对啊，哈。那真正他 live 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天的，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是最新的一集，最新的一集。但是你看听了以后，如果觉得哎开心，开心是 high some， 哎 no no 的，这是广东话，那是广东话，哦好麻烦。那开心有开心有开心，其实没有这样，动放一些。很开心，很开心，动饭席，动饭席，哎呦，不会，动饭席，动饭席，就欢喜的感觉。哎，你讲到嘴角都上扬了，对啊，你讲的一个就是有一种得奖的表情。谢谢谢谢，真的，这是这个相隔上次的得奖一段时间了啦，那算一算，也是一个六六大顺，应该要再次那个登台的感觉，希望好。对，而且第一次得奖的时候，我人不在台湾，这我根本没上台过。No. 所以你知道我刚刚讲说我前面旅行啊，因为我在中南美洲，我在中南美洲，对，我去了中南美一个月，因为疫情，那里已经2年不能，一年不能动弹了吧？对，所以说去年，但是因为第一年，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说，你看啊，第一年很开心，但是你没有办法上台，所以每年看到这个金钟奖一入围的时候，她就说，那今年一定要上台，我说好，然后我们就准备了。虽然他爸爸妈妈都已经等了4年了，今年第5年了，然后也不晓得。我希望评审有听到这一段温之前的故事。没有没有，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都是很感谢了。而且说实在，最主要感谢的是学生，还有环宇电台。环宇电台跟一般的电台不一样，因为它是商业电台。商业电台愿意让我就这么不商业的事情，对，然后愿意，而且等于就是说，总经理说，还有Sammy哥说，你就做吧，你就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还有我们的那个黎安，他就说，反正世凯哥你的东西，那每一次我希望他能够帮我达成什么东西，他都在后置的部分尽量帮我做成，所以在这边也是非常感谢他。真的真的还好，你那个台上90秒这一段就可以先省掉，所以你可以另外写一段。就是真的要写吗？我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是一种禁锢咒，就是因为你每年写了，所以你就上不了台。也不一定啦，对，那也许你就在现场写，因为你有听你讲过嘛，你想写东西，马上就是灵感在咻，然后咻咻咻就写完了。所以也许当天你在台下等，说不定他们在宣布那个入围的有，然后你就开始写。得奖是，然后你就直接上去。你知道我哥才好笑，我哥说你今年干脆不要去好了，我也好，因为你那一年就是
没有去所以得奖嘛，所以说不定你今年不去你就得奖，那你先藏在门的旁边然后再出来 surprise 是不是，不是就是假装正在宣布入围者说啊 take 不到你的画面，然后突然间宣布得奖就耶温世凯，然后你再从那个旁边再走进来，就好有梗的感觉，就是你们家里的人的期待跟你自己的想法这样子，某种安排的神秘感。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今年其实压力没那么大，嗯，因为去年其实我去年的压力比较大，嗯，然后今年的压力对我来讲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这个节目比往年做的节目花的心思更多，嗯，更辛苦，但是反过头来你却觉得说，当我每次在听节目的时候我都是带着微笑在听，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那个学生们每一个的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棒，嗯，所以对我而言真的是这个入围金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嗯，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反正是不像得失心没有那么大了，嗯，对啊，你这么爱文化，啊，然后这么跟喜欢做，嗯，当然现在是做你自己文化的推广，嗯，然后再跟你到处喜欢去旅游啊，因为见多识广，然后自己当然也受到很多的感动，嗯，应该也是很有关联，然后听说你有一个很你会燃起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其实还是被给外国人帮你这样打醒的是这样子是吗？老实说了，以前我们、嗯，我记得我去美国之前，因为我去美国念大学，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其实是就是，嗯，大家就是统一就是讲华语国语的这种概念，然后你只要讲地方性方言，都会被人比较有点看不起的概念，嗯，所以我们从小都其实都尽量不讲，嗯。当你去了美国以后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美国大学毕业，如果你毕业，你必须要拿一堂课叫 speech， 就是说，就是你要做很多的演讲。那其中一个呢，它就是现场的，你知道吗？那种即席演讲，让你抽签。我一抽开了，哦 ，culture， 我觉得好爽，哦，这样吗？华人抽到 culture 多爽，哦，因为我们就会准备很多东西。是，老师看了我一点，他说：“哎 ，Danny， 你哪里来的？”哦，我说：“我台湾来。”他说：“台湾。”那这样子好了，第一个我不要听你讲什么包粽子啊、划龙舟啊、红包啊，然后过年啊这些东西我通通不要听。我想说，惨了，我就会这些东西，对，怎么办？然后他跟我讲完以后，他就说：“那这样很重要。”他说：“我要知道的是，你自己的文化，而且华人不应该是 pure 只有一种文化，每个人都是有不同属于自己的文化。”是，他就想了一下，我突然间想到我是客家人，其实我那时候客家话不太会讲。然后小时候会讲，然后小时候会听，但是后来就不会讲。然后老师就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好，我上台我就跟人家讲说，你们都觉得华人都是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而且我很酷，我会讲2000年以前的古老语言，全部人就觉得你们乱你讲，对呀，啊，就我就开始讲，我就讲了客家的故事，讲一讲以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讲一下 Mandarin， 就是华语怎么讲，然后客家话怎么讲，然后我就讲了一下，然后我就说，哎，吃饭哈，然后我的客家话叫 shipon。然后就说：“哎，真的耶，哦！”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开心、欢喜，就哎。然后每个同学就你知道那种美国人，看到你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以前对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的，你也知道他们很自傲的人，是。从此以后，隔个礼拜上课，大老远看到 ，Hey Master Danny， 我说你们在叫谁啊？嗯，他们去跟所有的同学们讲说，这小子太厉害，他竟然会讲2000年以前的古老语言的，我才知道说，原来当你懂了自己的根深文化以后，是被别人看得起，而且别人好羡慕，然后就开始跟他每天围着我，甚至我同学就会跟他们讲说，哎，那可不可以帮我取个华文的名字？你用直翻的，好像例如说 Edward 叫爱德华，类似像这样子哈，我就我好好，我就发，你知道，我就突然间变成风云人物，我那时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我的人生在这边改变，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到家跟我妈讲，妈妈，现在开始我要跟你讲客家话。我妈笑得半死，讲说怎么可能，然后开始我就讲得很不好客家话，可是我妈就一直跟我讲，讲到最后变成我妈跟我讲国语，我跟她讲客家话，哟，真妙的嘞。对，所以人生开始在做转折改变，然后你才发觉到说文化很重要，然后你开始除了语言是还有你的习俗，还有刚刚讲的饮食，还有区域，土地，你开始会就开始连接，整个连接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在国外里面，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难过，因为有一个这个谈话型节目，很有名的谈话型节目，他请了一个英文老师，他就说台湾人之所以没有国际观，是因为英文讲得不好。英文讲得不好是因为它的文法不好，所以讲文法不好的话，所以没办法跟人家讲话，所以没有国际观。然后呢，我听完后我傻眼，我说不对，外国人很多，老外的文法比我们更烂，所以他们讲话跟文法是另外一回事，国际观不是这样来的。还有你要跟老外去聊天讲话要有共同的主题，我刚讲吃的，我就可以反问他你家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讲到一样是吃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们这边吃是怎么样做，然后你们那边的吃是这样做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客家话怎么讲，华语怎么讲，我就开始跟他讲，他就开始跟你热络。了解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像之前很多人每次我去学校做演讲的时候，我说国际观不是你去了多少个国家，不是你会讲很棒的英文，而是说你到很多地方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自在的，第一个去 express 就是展现你自己，第二件事情去包容别人的不一样，这件事情很重要。了解。刚刚小朋友来举牌子，你有看到？哦，有。对，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表定就是直播三集，真的，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我遇到一个，不好意思，没有，那是干嘛？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也没有要剪掉啊，所以真的直播就是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呢，这个礼拜六就是典礼要登场，那你身为一个今天受访的嘉宾，然后当然也要为这个你们这个广播人 party 的这个预告，这一段好，你要来预告一下。好，我们的这个广播金钟颁奖典礼在9月25号，9月25号本周六的7点盛大登场。我们的直播平台呢，在我们的三立的都会台、三立的 MOD 还有综合三立 MOD 的综合台，对啊，然后三立的国际台是啊，广播呢在我们的好事989，我们网络呢可以看我们的金钟的官方的 YouTube 频道，还有金钟56的官网，还有我们金钟56 App，还有我们文化部的这个 FB，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哪一个 ？Vido 哦 ，Vido 是一个、那个、也是一个 OTT 的平台。哦、OK， 好，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的。好 ，Vido 的 YouTube 三立新闻网的直播室，我们的中华电视这个是Hami 的 Video、跟我们的 Light Today 跟我们的 Yahoo TV， 哇，好多的平台，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没关系，今天长知识了。不要这样，就是我长知识，就是你不太适合看稿子，你还是即兴来的好。哎，真的，因为我的节目也从来都没有稿子，没关系，It's OK。对对对，但刚刚说了，我们也是一个国际化的，是台湾的广播节目做得真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借由这个地方多认识我们。您既然就是也曾经海外深造，那不如就也来一段英文，介绍一下这个礼拜即将登场的典礼，请大家可以透过。现在怎么办？突然间一点点，好久好久，已经两年没有讲英文了，突然间就要讲。专门秀才来的。OK，Golden Bear Award on this Saturday. OK。讲完了，可以，突然间来了。不过你要可以叫他们，叫他们看你准备拿奖这样子。Well, Danny going to win it. OK 。哎，我这样讲有点太自傲了，是不是？不会啦，就是自然自在，这个把你这个中西合璧，然后突然这个出来了一个新的温世凯的概念，然后再透过广播的节目。那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客家话？当然要啊！嘿，恁家所有客家朋友记得咯，你家拜六晚不要7点，对，恁家嘅物咧三立都会台里面哈，收看恁家金钟奖嘅颁奖典礼。那你入围的奖项叫做社区这个最佳社区节目主持人，最佳社区节目主持人奖，很棒，谢谢。我刚刚我在准备过程当中，好啦，这节目快结束了，然后一个小花絮，是他刚好也是客家人呢。是我本人认识两个姓温的，另外一个姓温的，然后刚好你们两个都2月22号是。哦，我知道了，我的好兄弟，是不是？对，生蚝。那就现在来许个愿好了，如果您真的得了奖了，那就帮学生安排一场温生蚝专访。好啊，因为去年我透过这样子来跟他邀。去年生蚝得奖嘛，对呀，他拿金钟嘛。那去年我们在金钟比赛之前，我们有在聊到说，因为去年我也入围，我说我们两兄弟如果可以同时间拿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可惜啊，他拿了今年，哎，我没拿。前后年也可以。但是今年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节目很重要，希望我们的学生有机会，然后去访问我们的生蚝，或者是欢迎生蚝到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来做做客，好不好？好，我们也很难得有这样的方式，然后对他温情喊话。嗯，反正你们都姓温，然后希望可以一起为你的得奖之路加温。OK， 好，谢谢你，谢谢温世凯老师，然后希望你今年可以如愿的。就如你的愿，谢谢。你想怎样就那样。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你想得奖，那就是那个愿；你想怎样，就是那样的想法。好啦，那个你的节目真的很精彩，希望我们都可以透过各种平台，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认真制作节目的人展现出来的成果，真的是与众不同。谢谢，非常开心跟您见面，谢谢，谢谢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请大家期待这个礼拜又即将登场的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一定要准时锁定哦！谢谢大家，拜拜。谢谢，谢谢。